解说一下这个宝马的原装位导航支架怎么安装啊。首先打开钥匙，拉出这个定位箱，然后卡上导航支架，这里有个手指卡扣的啊，卡上导航支架，推回定位箱，这样就解不下来了，永远都掉不下来了。然后锁上钥匙，然后再放上手机，放手机的时候就往下拉，手机放上，好，自动弹回去，好。